人气爆灯嘅 Jason 王嘉尔，唔止早前去到马来西亚出席活动逼爆商场，呢日佢现身泰国曼谷，为自己旗下嘅时装品牌嘅新系列宣传。除咗吸引唔少人气泰星捧场之外，当地嘅顶流时尚小红 Butter Bear 亦惊喜现身，仲获得 Jason 嘅优待，送上抱抱同签名添，真系恨死一班粉丝噶。Jason 呢次同國際知名嘅時尚總監 Mobolaji 合作推出全新系列。Mobolaji 曾經為 Rihanna、Kanye West 等知名歌手設計造型。Jason 呢次設計嘅靈感源自大半年休息期嘅感悟。我呢兩三年其實有發生咗好多嘢啦，咁遇到好多嘅好嘅事又好，唔好事又好，咁所以我近期七至八個月，我係一個休息嘅狀態。我領悟到好多嘢啦。包括再放大啲嘅人生啊。做每一件事嘅意義係咪真係我想做，定係為咗其他嘢？所以我會覺得可以靜落嚟同自己嘅一個對話咯，係咯。同埋之前原來係比較生活在黑暗裏面 ，over 咗呢七至八個月之後，感覺到嘅就係我覺得 I start to see lights now， 所以係一個physical output 嚟嘅啫。Jason 亦向粉絲們大派定心丸，宣布已有音樂同時尚方面嘅發展大計，發展重心仲包括香港，叫大家拭目以待啊 ！Fashion 我諗住下年印尼。日本、印度、應該是 Jakarta、Tokyo、Mumbai 同埋 potentially 香港 ，need to prepare well and prepare strong and it's time to come back。